少劳，可以少劳心劳力一年，身体会更健康。很舍不得我们少了一年的相识，只是这一年的回忆，永生难忘。解析度好高哦！郑武辉说：“老师，他们被您教导，虽然说我不是很全心全意在课业上，或许是逃避吧。但有些时候上课，您会讲些经验传承给我们听，让我又有些许信心的说谢谢你。”一节。你和老师一起相处的两年来，我们一同经历了很多，而我在你的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。无论是课业上还是生活中遇到的困难，都真的很感谢您对我们的付出。佳明，你和阿珍老师，谢谢你两年来的教导，希望您在入读高中过得顺利。一年后，我一定会亲自向您报告我的好消息。
送两三瓶，对，没有送两三瓶。